洗吧。干啥？十点赶紧起吧。嗯，赶紧起床。十点呢？你洗头吗？洗。今天真冷。你干啥去了？尿尿。三个人在一起洗的话，最小的会挨冻。两个人就没效。所以咱们家容不下第三个人。有点少，我这个多。哎呀，你给用这个。我不用。浪费了。那我不用。水还热的，赶紧过来洗。换盆水行吗？哎呀，这个就可以了，刚好有洗，有洗头膏呢。反正水都脏，是沾不到头发上，没事。快快快！哎呀，疼！你洗啥呢？啊，洗毛巾呢。真的很丑，好丑！只有一个是在叫，其他的都在睡。你拿吧，不拿。真丑！我觉得这三个挺可爱的。两只，三个都挺可爱。哎，大头。早上咱们吃包子行不行？行，洗手没？洗了。哎，大头，你去那个拿点煤过来。哎，咋了？喂牛吗？操！别嗨了。你的煤呢？没拿呢。你刚才咋说的？没拿呢。啊，那快去啊！你这么点会儿你就累了。我给你弄好吃的了，快去。吃饱了？嗯，还有三个了。不吃了。我们吃完饭，半会儿退吧，不然太阳又快下山。行，走吧。我就放这儿吧。